对面这个是后海的银锭桥。这个地方有很多酒吧呀。我对这个不感兴趣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比较有生活气息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。尤其是白天天气好的时候，歌声是从这儿传过来的。这个小湖就是后海，两边都是酒吧。我现在在这个银锭桥上，这个是我刚才拍的我的后面。在这个桥上能看到北京的钟楼和鼓楼，就是中间这个建筑。去这边转一下。输了我两个牙齿吗？输了吗？人不是很多啊。这是酒吧的里面，这个酒吧比较有激情啊，门口那都是拉客的，特别特别热情。唱的还不错啊，这个。这两个酒吧紧挨着，我感觉他两个都特别嗨啊，好像在比赛一样的。